没看着啊！这没看着你还小串我了？干什么？我跟你说，我早晚得回你手里头。快整！点儿踩怎么样了？踩好了，就这样。抓紧干活！哎。等一会儿他们回来哈，我就说，孙仔，妈，我这一下子能不能把他们吓死？不行，头一回见面这么整不好，显得不文雅，怎么办呢？哎呀，你瞅这拧秧啊，把脚脖子还崴了，你说，哎呀！有了，刚才那个姿势不好看，落地姿势不好看，重来一遍。这也不行，哎呀，怎么办呢？有了！我记得刚才屋里女孩有个箱子，我去摸摸那箱子去。有箱子，我记得。在这儿了，有箱子。哎，宝子，然后箱子里头，宝子，这都有创意。宝子，我叫你都不吱声呢，你干啥呢？你睡着了咋的？你看你。你瞅瞅你，哎呀，你说你像鬼似的，你吱声好不好？给你拿了，点着。哎，那呢？孙仔。这谁呀？你谁呀？你谁呀？啊，那是我们走错屋了。你小偷吧？不是，看出来了，就承认呗你。哎呀妈呀，真是小偷啊！哎呀，小偷啊！小偷！别闹！出来！哎，别闹！哎，你搁那干啥呢？别闹！干啥呢？别闹！哎。那小伙子，你别闹！哎，你是不是报警的？来，给我！你还想报警？来，别闹，不害怕，孩子，不害怕。119啊！啥呀？报警得打110。你别说话行吗？来，我这边点。海燕，我告诉你啊，不害怕，我俩只是图财。我们不害命，你咋这么大岁数了？这样啊，就拿1000块钱，我俩走人，听见没？800也行。你现在给我闭嘴行不行？闭嘴，拿钱。我不管钱。拿钱。老头管。这不还是你管吗？拿钱。俺俩不是一家的。哎呀，你俩不是一家的，这三更半夜在一块儿干啥呢？我来相亲来了。相你呀？不是，搁这糊弄傻子呢？糊弄我呢？你
这孩子，你这一天，这咋的？不是两口子戏演的挺好啊？啊？搁这糊弄我呢，是不是？糊弄啥呢？花行不行？拿钱，赶紧的。呀，钱，我今天来就拿10块钱，打车花9块，剩1块给你也不能要。别磨叽了，我们图财，快点拿钱。那我真没钱呐。